的比赛。看看这一杆，哎呦，准度来了！克鲁普先起状态啊。看黄球绕不绕得过去？哎呀！Trump six. 晚上，奥沙利文跟希金斯打呀。四强选手威廉姆斯、特鲁普、希金斯、奥沙利文，这次是7-5、3-解，全部进入四强。去年呢，是这三个人一个没进，他们就同甘苦、共患难。Six. 7. 去年的冠军是马克·塞尔比。今年塞尔比输给了严炳涛。哎呦，强行交黑球，但是这一杆轻了一点点，或者是重了一点点。因为这一杆需要留一个角度，在这条线的位置呢就比较合适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准，准。20。电脑版应该是有问题吧？你看其他的人直播看得了吗？用电脑版。饱了，威廉姆斯的机会来了，进入半决赛之后，只有一波选手在打，另外一波在休息，只有两个人在打。One.
哎呦，打薄了。我没打球啊，我在说球啊。Eight。决赛35局，比半决赛多2局。我们看到今天威廉姆斯跟昨天完全是判若两人。平时在哪打球？平时在球房打球。今天老马这个状态还没起来，还没起来。啥意思？主播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主播？我最喜欢的主播就是聊台球。哎呦，哎呦！好，这 Trump four。One。中低啊，直接下来。台面不是大理石，台面不是大理石，Six。台面是青石，是由5块石板组成。Seven。够不够角度过去？可以，大理石呢比较软，一砸就一个坑啊，用不了大理石。Fourteen。Fifteen。这5块瓷板呢是这样的啊，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、5块这样。继续左边的红球。22。23。哎，我们看这一杆，这一杆有没有单下？这一颗有单下，只有这一颗。哎，这样下去，今天老马不会被小套摁着打吧？31。好，要绕库上来。他上来之后也不好打呀，这4颗球单下都没有。哦，这一颗有，但是这一杆要走位太精准了，要走到这个范围以内才行哦。来看有没有，够不够？够不够线内就可以打？哎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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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把特朗普现在的价位也很精准了。37。好，中高干预扩散。清了。44。哦，有了，厉害。45。50。这样看起来，老马该努力了， 51。再不努力就不行了。我们看老马今天的状态跟昨天完全真的是天壤之别。57。是还早，但是从你看他打球的感觉啊，还没出来啊。这把小特的信心打起来了。65。看看。67。开始玩了。70。发力的反赛，刚才这杆是加的左赛，因为力气大呢，他没有直接回去。哎呦，这杆就失常，总分100，但不是单杆。